今天我再次踏上老街西部道和平镇铁骑自行车道。昨天的雨水让我撑着伞散步，而今天的天气晴朗，我转而骑着自行车。我在老街西环河步道、环北路租借了 U-Bike， 首先向杨梅方向骑至步道的末端，然后原路返回。接着我又骑过平镇铁骑自行车道，经过新富桥，最后到达八字圳水岸公园，再返回原路。老街西步道和平镇铁骑自行车道是中立居民晨昏运动的理想去处。在这里，您可以同时享受漫步和欣赏老街西两岸的美景。沿着路线，您会发现许多 U-Bike 租借站和公共厕所，提供了便利的服务。老街西步道和平镇铁骑自行车道等待着您的探索，让您在运动中欣赏自然之美。不论您选择漫步还是骑行，这些地方都是放松身心、享受大自然美妙的绝佳选择。快来体验这个令人心驰神往的运动圣地吧。
校服，北方骄傲十年浪。嗨，我是背包客大叔，爱在台湾旅游，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 YouTube。 想了解最新的花矿、瀑布、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？快来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、瀑布、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。